日前，工作室晒出一组朱一龙直播花絮美照，照片中他身穿蓝色毛衣，加以红色字母点缀，秀出初冬时节里的一抹温暖，妥妥的暖男一枚。这套造型的色彩都偏向减龄和显嫩的色彩，蓝色所打造的针织毛衣给人一种温暖清爽干净的效果。朱一龙这次选择走慵懒风，用这款毛衣搭配淡蓝色牛仔裤，很居家的穿搭，看上去很随意，宽松的版型穿起来很休闲舒适，打造一种休闲随性风。胸前的红色字母点缀增加时尚感的同时，又打破了蓝色带来的单调感，整体造型简单耐看又时尚。连帽的设计跟两根抽绳结合起来，立马变得时髦起来，也让整个人显嫩了不少。朱一龙本就皮肤白皙，清新的蓝色更是衬托的他清爽利落，更加凸显出他的型男格调。这一套造型真的把朱一龙的帅气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这颜值气质真是绝了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